在来線駅を左に向かって出発した黄色の電車は、京都駅から主に大阪方面に向けて運行している321系通勤型電車です。这样，我今天背你几次自己讲。我刚刚问你什么话？ Okay. 你我老了，我老了以后你要背我，对不对？对。讲大声一点。老了以后换你背我哦。好。好哈，那要背很多次哦。好啊。也要背很久哦。好。好哈，孝顺妈妈，对不对？好。那一下爷爷背我。谁背你很多次？我。我现在背你很多次，以后妈妈老了你要背我啊，对不对？对哈，好，他讲。好不好吃？甜甜的吗？我是掉下去了，你这怎么一个声音？要是遗憾掉下去。